上次我们是知道药师佛啊，他本身的修行重点，也就是你如何的持诵，当然有提到这是治标，而根本上的治本是每个众生可以发现他清净觉性，而从行菩萨道里面去发现自己，而达到成佛。那所谓我们了解说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就会涉及到什么叫做愿呢？又什么叫大愿？所谓的愿就是誓愿，誓愿就是自己从自己的内心所真实发展出来的一种强大的意愿。一般人总是会有小小的近期的理想，哎呀，我希望我的学业怎么样的成就，我希望我的事业，我希望我的家庭，我希望在物资上面，或甚至于希望其他点点滴滴的这些。那这些呢，只能叫做期望，而不能够称之为愿。那这个大愿呢，在我们课本的第一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名相，就是指佛跟菩萨愿众生成佛之心广大深重。佛菩萨愿我们呢，我们是众生，愿我们能够成佛，而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佛，这个心是这么的广，这么的深。可是众生并不觉得自己有成佛的必要啊，这上面的落差太大了。我们会真的日子里在过的时候，会觉得我需要成佛吗？好像我需要有一碗饭比较实际。这里面啊，我们就会比对一下，如果我们读经典，某某佛大愿，某某佛什么愿，但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愿，他为什么会有发愿的动机。如果我们了解发愿的动机，也可以比对自己，在生命里面，我处处每一个点在发射、在行为的时候，我基础于什么？如果你可以看到自己，为什么菩萨有愿，我没有愿？因为我没有跟他一样的动机。那这没有一样的动机，也不至于必须要判什么罪。也没有人会骂我们醉生梦死，因为这是因为每一个本身他没有觉醒到，觉醒到我必须这样彻彻底底完整的去看我自己的生命，看我的轮回。那么说发愿的动机，发愿的动机，每一个人其实生命里面都先看到自己，而不是先看到别人。所以看到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集中只是为了满足自我的这些东西，这个不过是一世一世一世，一次一次一次，每一个小小的单位，每一个个别的自己里面去感受的生命而已。那佛菩萨成佛之心广大深重，它里面呢，《放光般若经》里面有讲，菩萨为众生故，起大誓愿言：我自当具足六波罗蜜，亦当教他人使具足六波罗蜜。我自己哦，我自己要完成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发展出智慧来，然后也要教他人。他也能够发展而圆满具足。这个所谓菩萨的认定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众生在这上面的认定，如果我生命所有一切只是在个别，那这些与我无关。那我们就重新来看发愿的动机。每个人看到自己，也看到其他的人，自己的眷属、六亲眷属有关系的，从有关系的开始。
我们真的只看到自己的疾苦吗？而看不到别人的疾苦吗？如果你看得到自己的疾苦，你就要平等的去看众生也有一样的疾苦。发愿的动机，当我看到自己跟众生都有同等的疾苦的时候，发展出另外一个思考的空间。那么如何解决自己跟众生疾苦的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问号。再来反思自己之不足，你会不会看到我的疾苦，我怎么去处理它？会不会反思自己？确实不足哦，我自己的不足，然后众生也一样跟我不足。这个动机的开始其实是世间的，是世俗的心，没有关系。但由这世俗心，我们再来比对，我们比对佛菩萨他们的悲、他们的智以及他们的圆满，确实有这么个讯息，诸佛菩萨是圆满的，而我的不足我看到了。当我把诸佛菩萨的圆满看成就是我可以的圆满，这个时候我愿意上求。发愿的时候，我把我自己这个上面等同来看，我愿意上求。这思想里面也不一样哦，它不一样的这种自我意愿提起之后，还有一个最最重点的是自我誓愿。愿很多人都会发，可能一愿发了之后行不通，打退堂鼓，也可能明天再发一愿，看到众生苦，然后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这个暂时放一边。这种都是刹那刹那闪过的东西，因为它不是自我誓愿从骨子里发展出来的。而从骨子里这发展出来的时候，你必须深刻的去明白生命的不自主性。大家生命是不是不自主？我们去肯定生命是不自主，但是就有可以自主的时候，就是有可以自主，那就是诸佛菩萨如何具足圆满。所以我愿意从我的角度全部转过来，我愿意在个别上面，在群体上面，在整体上面，我都用不一样的哲思，不一样的办法，不一样的学习态度，不一样的自我誓愿，而我要去做它。这个时候愿，这个发愿的动机才会出来。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读大愿，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所谓总愿别愿，你如果不看到诸佛菩萨的动机，你没有检核反省自己生命的宽度跟深度，永远这个动机是诸佛的。永远我们只在诸佛菩萨完成菩提道的愿力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那个力量，这样是微脆的，因为这只是具足他力的信心，而自己在某一些不自主的状态之下，没有办法从真正的清净佛性里发展出一股巨大的力量，让自己跨越所有的波澜。所以我们了解发愿的动机，同学有吗？曾经有过这个动机吗？里面从世俗刚刚讲的世俗的比对动机里面，我们再看到大愿里面指大悲愿力，
即救度一切众生之大悲愿力，所有诸佛都一样，所有菩萨都一样。当我们这个发愿的动机来自于生命的不足，自他所有一切是平等的。再来看，誓愿有总愿跟别愿，四弘誓愿就是总愿，大家都一样，它是个大主题。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总说。但别愿才是我们真实的用自己生命做现况而一步一步一步去走的。弥陀的四十八愿，药师如来的十二愿，都是别愿。那发愿的它有一个动机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世俗里面的起什么心上求。再来能力达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我要下化，我要帮助他人，这样的熏陶之下，自己会发现你真实去做之后，他就不用再用想象的。举个例啊，有一个退休的老师啊，这个优良教师啊，这个老师啊，他是教职员，他的同修，他的先生是少将退休的，所以退休之后是不是现在有薪俸啊？日子是非常好过的啦，非常非常之舒服。但是在过去，他们曾经非常的辛苦。二三十年前呢，公家机关呢，那个薪俸是很少的，唯一就是水电补贴而已。退休之后，两个嘛是世界各处去游览，每天早上去打打太极拳，跳跳圆极舞啊，让他们悠游自在。有一天呢，他认为他是很辛苦的，今天有这样老年是很合理的。有一天呢，看到有一个很老迈很憔悴的老者，那老迈又憔悴的老者只披了一件下雨啊毛毛雨披了一件所谓轻便的雨衣，在那边抖擞着。按这个退休的教师啊，这个老婆婆啊，老菩萨，他就问他说，你几岁啊？那也不爱登一拎刀。他说他没有家。那他说，那你，我昨天也看到你，你今天也看到你，你这样不辛苦吗？你没有儿女吗？这个抖擞的老者跟他说，我有儿女，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做错事，所以儿女跟我已经断绝往来。他说，那你都怎么过日子？他说，我每次就等着政府在某一些比较特殊的日子会发放便当，要不然啊，我就是等到中午可以吃饭的时候跑到寺院去吃免钱的饭。他说，寺院给你吃免钱的饭，可没有人给你住宿的地方。他说对，他说因为我做了极大的错事，而我现在疾病缠身，我又有很多不良记录，没有人会愿意任用我的。这个退休的老师他就给他100块，当他拿出100块给这个老者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老者的眼睛里面发射出他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看到他眼睛里面出来的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感恩，是一种欢喜，是一种哀伤，是很多很多他当老师这么久以来没有看过的眼神。
那是他生命的第一次策动。虽然电视有播过非洲的孩童那个所谓憔悴黑黝黝的脸上两个眼珠子白白的那种无知，然后不是没有智能的无知，就是单纯啊，那样子的眼神还挂了一滴眼泪，脸上满是苍蝇，却不能真的让他策动。而这个抖擞在旁边的老者，他那个眼神出来的东西让他自己吓一跳。他心里想，原来这一百块它代表的是什么东西。他回去之后整整一个人愣在那里，因为他没有读过他是福报，他一辈子都觉得有够老，还有好像老到要死，我怕老到要死，很疲倦。他没有想过他是福报的，而这一百块给他的震撼。第二天早上困没起，他打开电视，这个电视开始做早课，六点做早课，他就唱啊唱啊跟着做早课。他在做早课的里面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他在做早课里面念啊念啊念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所有的佛菩萨或观世音菩萨，当他害怕的时候他会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跟佛菩萨他们怎么来看众生，然后怎么来感受到众生的痛苦跟缺乏的地方。当他念了念的时候，他真的内心的那个慈悲那个感悟那个触动频率对到了，对到之后他真的才了解一个个体的生命，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命，他竟然也可以无限量的打开自己的心胸，而用这样一种方便法发射到所有需要的众生的手上的身上的心上。他想今天是那个老者渡了我，就那么一百块，他就开始重新在退休之后的另外一个世界打开了，用得更好。后来他每天去做打了太极拳，做完了所有的事的时候，就跟这些贫病流浪的老者做一些心灵的沟通，他发现他的生命有了意涵，他生命有了作用，他可以从一而发展，慢慢的扩展，他不一样了。在多年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刚的是抱怨娘娘，他每天就是抱怨，抱怨东抱怨西，抱怨自己好累，抱怨什么。后来他不再抱怨，我们生命好多好多时候都锁在自己的知见跟自己以为跟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所有看得到的都是自己，想的都是自己，每天烦恼谈论的都是跟自己有关的事情，生命怎么会变？看自己的电视，睡自己的床，用自己的碗，喝自己的水，花自己的钱，这个也没有错啦，没有人会说我们错，但我们的生命太窄了，太肤浅了。当我们来看诸佛菩萨，他在世俗心里面如何去看到平等的众生，然后发愿所谓佛菩萨的这种悲愿都还是在清净中发，开始的这种愿呢、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我可以，我回向，我有意图，
我愿意如此分享，这是回向心，共享的意图。但我们真的做了吗？我们真的这样去做了吗？中间还有好长的距离，要克服种种种种自我的障碍。所以啊，行愿的坚持，我们说我们读药师如来十二大愿，我们必须了解，这是成了佛的如来因地的愿，表示这些愿都做完，都有做。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我们想着用着都是自我意识，都在所谓言辞里面，还能放舍掉这些吗？所以我们在说行愿的坚持，行愿的坚持，第一点，你要承担，你能够承担，每一个人哦，你愿意承担自己给自己的誓愿，你发起那个不逃避、不逃避的心啊，它是很重要的。有的人说啊，我来做一个三好，啊，真正要做的时阵呢，懒懒无懒，没有办法坚持，没有办法完成，中间有琐琐碎碎的发展，琐琐碎碎。枝枝节节就让你打退堂鼓。佛法讲精进呢，行愿的坚持，有愿不难呢，行愿更可贵啊。行愿的坚持，第一承担，第二你慢慢去看到，当你承担不逃避，真实的这样去做的时候，清净的佛性就会自然体现，你绝对摸得到，绝对会体悟。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自己清净的佛性？因为我们没有承担呢。你承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那个意愿，你要扫荡涤除的是中间发展出来不正确发酵出来的那些泡泡啊。当这些慢慢一点点一点点清除，你继续走下去，你的佛性就会自然体现。你的重点不是在那枝枝节节的泡沫，你真的可以去看到完成，而且看到自己清净佛性在里面如如不动，一点一点的智慧会涌现出来。这里面它不是一天两天，在行愿的坚持里面，为什么佛菩萨会完成，而我们可能都是刹那刹那的昙花一现。基本上还有一个重点是平等，行愿的时候它不是局限的，有造作的局限某一区、某一种特殊、某种关系法，而是无作的，它无造作的，它不是所谓念头里面的界别，而是平等一如的看待所有一切。这样行愿才能够坚持而完成。那我们先知道发愿的动机我有吗？行愿的坚持我有吗？或许慢慢会摸上一点边啊。清净中发的愿，它的愿就是它的菩提道，他所完成的，他不设定某一人某一主题，而是无量无边的释放。这个里面啊，你真正能体得的，你能悟开的东西，就如同诸佛菩萨。这个模式大家可以拿来参考呢。那我们知道这个药师如来十二大愿是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来了解所谓的三藏法师，这是一个佛学概念啦，大家都了解啊，指经律论，就是印度佛教圣典的三种分类。有关于三藏的次第，
没有定论。以它结集的先后而言，经最早，再来就是律，再来是论。所谓的经就是世尊所说的，世尊经口所言的宇宙人生的道理，指导的原则。所谓的律就是当时世尊为所有的凡夫，当然还包括僧团所制定我们应该行住坐卧之间的一个生活准则，也就是律藏戒学的部分。所谓的论就是这个菩萨了解世尊所说的法语，那我们众生不懂，他在中间消化吸收再吐出来，用众生比较能够了解的理路这样论述出来。所以他的时间是经律论，但如果有修行的顺序而言，则为律经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面这个规律的律学的部分好好的拿来参考使用，那我们的生活还是乱七八糟，哩哩啦啦，心都要去负担跟处理自己造作出来的后果。所以你没有办法有一块完整的时间，或是能够深入去了解经典里所说。所以修行的顺序而言，是戒学，也就是律，再来是经，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进入，达到那样子这个文思修来修持它有定。论它当然就是菩萨之智慧，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能够同等的启发我们自己。这里面有讲，将三藏配于三学，则经相当于定学，律相当于戒学，论相当于慧学。同时经亦包含戒定慧三学，律包含戒定二学，论为就是包含慧学。所谓的三藏法师就是精通经律论三藏之法师。现在我们说什么法师什么法师，一般是通经不通律，有的是通经通律不通论。那在过去呢，三藏法师他是经律论均懂的，是考不倒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讲，我国则专指通晓三藏并从事翻译经律论之高僧，其中以玄奘大师最为著名。翻过来，所以世人以玄奘三藏或坛堂三藏尊称之。那我们要了解一部经论的时候，我们就得感恩这些大德。你想这个原点是当时世尊在的时候的梵语这个原点我们怎么有机会去探讨它，就跟他见面了解他的道理。当我们要了解这个玄奘大师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去知道一件事，每一个翻译的大德都是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不要把他想成玄奘大师的跨音看过玄奘大师的画像嘛后面背一个就是装书的，以前文书生嘛，有一个那个竹子编着的架子，然后上面顶了一顶这个斗笠或什么的。那玄奘大师的画像里面，他是背着经书嘛脚穿什么草鞋是不是？一双草鞋从哪里走到哪里？从中国翻山越岭，经过西亚，经过中东等等的这些地方，一直翻山越岭，还渡过沙漠去到印度去，17年，再从那边回来，带给我们好多好多讯息。是有血有肉的人呢，反观我们自己，每天来咧走脚行到房间就感觉真累嘛。我们可能从自己的家门走到办公的地方或是3-50分钟的运动，运动还是自我意识就觉得我愿意。其他人叫你去创一个新的时候，感觉真累。
不会为真理而奔波啊。而这些高僧大德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古德的记录里面啊，有的大德啊去西方取经啊，中呢准呢啊，都红胎怕病起来啦，有的就海难而死亡，有的在中间生大病，几十个出发，到尾啊剩两个，到尾剩一个。有的有去是不能还，有的中间呢就过往了。玄奘大师这种大师级的，这种在历史上担负着重责，把所有的原点这样翻译来给我们的，我们真的真的要好好的赞叹。我们看玄奘大师出生于公元602年到公元664年，唐代的高僧，俗姓陈，名辉，世称唐三藏，是我国杰出的翻译家，法相宗的创始人。那先说这个玄奘大师啊，他的哥哥就是他的兄长啊，他的兄长在洛阳净土寺就这个出家，法号长杰。他哥哥出家之后，这个弟弟就是玄奘大师，他自幼就跟着他的哥哥学习经典，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因缘啊。我们一般学佛都常常是逆境，所以才学佛的嘛。那顺境哦，他出生的时候就在佛化家庭，有这样熏习的机会，那真的是很殊胜。这个时候，玄奘大师就叫陈辉啊，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少年。他也是一样，对儒道啦、百家的典籍也都有涉略。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这个时候算起来他才几岁呢？他才十岁或十二岁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洛阳杜僧时，杜僧啊，这个所谓的杜僧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我们现在哦，你要出家哦。因为出家，你只要有这个发心，那寺院也要接受你。寺院它本来有一个制度，那你如果可以通过你个人生命的一些瓶颈，愿意的话，没有说在这上面有特别严苛的要求。在过去不是呢，在中国啊，在中国过去的时候，它是要考试的。那当时呢就是说中国跟这个日本都一样，有官方颁发出家得度僧侣的证明书，就是要给你一张证明书证明你的身份。那个时候那张证明书叫度牒，北魏的时代就已经存在，所以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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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就存在。唐朝开元十七年的时候，这个皇帝有下诏令天下的僧尼每三年要造册，然后就知道说那有多少是出家人，因为出家人不用缴税，他不用缴税。然后我们看现在每个人都要缴税的嘛，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缴税。我们是所谓所得，所以来报税。那以前的缴税制度不是这样，它是看人头。那比如说你有田，那你就要什么租啊，什么什么税啊。那看一省又不一样。所以那如果统一的话，然后就一省一省统一，那有个税制。那以前也有，所以有苛政猛于虎之说嘛，对不对？那在过去呢，要颁给这个度牒的时候，你必须读经或是解释经论来测试呢。所以每一个出家人他的经是熟的呢，他知道道理，所以他要通过这个考试。他通过这个考试合格的时候，才给他一个度牒呢。那洛阳杜僧的时候，也就是政府大清理善正善果这个
这个人呢、啊，他就是专门在考试这些僧众的，然后他通过，他才给这个度牒，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度僧。那我们现在不用了、所以现在大家对经律论上面的研究其实不如古人。世间的话就是功名利禄，那就是上京赴京赶考，求得一官半职，光耀祖宗啊，光这个叫什么？光宗耀祖，是不是光宗耀祖？古人就是这样光宗耀祖。如果你不想去光宗耀祖，所谓这个伴君如伴虎啦齁，因为朝代一直在换嘛。好，那如果你不想要走这条路径，第二条路径就是当医生。古人呢，优秀的人就当医师去了。那另外还有一种人，他是我不想走这个，我也不想当医生，我想要从我内心世界好好去了解生命的瓶颈。这种人他会弃功名利禄而去当高僧。所以有的他不考状元了，医术呢给干嘛要，他真的研究佛理。那话说这个当然是过去的年代，他话说这个玄奘大师啊，他十岁而已啊，然后他们在度僧的时候就发现对答出众，然后闲其气语，破格以沙弥的身份录入僧籍，破格的让他有这样的合格合法的一个身份叫沙弥。那这个哥哥啊，就把他就他落法的意思啊，可以接受，所以呢跟他的兄长一起住在净土寺。那我们来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十多岁的孩子对于经典这些道理都懂，那我们现在找回婴儿在冲啥，每天早上可能啊来叫搁在叫搁在叫，对吧？然后要爸爸妈妈给的是什么东西，当然都是最时髦他们最适合最想要的东西，会去想要背一句阿弥陀佛去看一份如是我闻，那不可能的事情嘛。你那漫画都给减看，是不是啊？吃的东西当然就是最心灵的，能够如玄奘大师这样住在寺里吗？每天这么研究，然后跟他哥哥一起去听经闻法，然后会的都是这个内容，这是不是不同凡响？我们到底到几岁的时候，因为某种因缘，我们都是要业障这样叠叠叠叠叠叠叠到没穿开的时候甘愿呢？啊，你看这个宿世的善因缘。再来了解玄奘大师有好多好多的故事。那玄奘大师你看他跟他的哥哥与兄，就是长杰师父长杰法师一起住在净土寺，然后就听慧景，这也是出家人讲涅槃经，然后从跟随着严法师受大乘论，这都不是简单的经典呢，这都不是简单的经典。至隋唐的时候，天下大乱，所以啊，这个玄奘大师跟他的哥哥啊，就开始去参学，遍历龙蜀京兆诸地，当然这是中国以前版图啦。就是比较靠西南方这一区的，参谒肃老，足迹集于半个中国，常就道基宝谦二师学社论提谈阿毗达论，从正法师听发智论，是不是都是论？论很难读的耶，现在真的论如果放在我们的跟前，放在我们的眼前，还真的难消化哦。十几岁的孩子，你看到唐武德五年的时候，差不多20岁了，他受具足戒，真的合格的僧众，开始就学戒律。所以他的论前面就读咯，经当然朗朗上口，然后就把这个戒补足。后来又读诚实论、俱舍论、听法
常法师跟僧辩讲摄大乘论，然后听完之后，一个真正道气的人，他不会胡乱的啊，这个，他会融会贯通，可是他会想，这个理论是这样讲，这部论啊，哪个大德写的？因为论是菩萨写的论嘛，他一定有他思想的一种脉络，一个契机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想说，这个众师所论都不一样，那真正佛到底在说什么啊？因为各家琢磨的地方不一样，他心里想说，到底佛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佛法是怎么的一个脉络？那我们要怎么学？所以呢，他内心有了一个很大的迷惑，他想说，好，我就要去取原点，我要比对原点，那我要把经典完全我自己去读完，融会贯通来解答。因为我问谁他都有他的想法，半桶水都问的你说怎么这一定就是这样，另外这个一定是这样，他有他所谓的坚持。可是所有的经律论其实应该都是融会贯通的。那这个听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嘿，我一样，我们的生命长得不大一样哦？是不是这样子？玄奘大师，这一定是古德再来嘛？这佛菩萨再来的。那我们呢？我们在凡夫中，所以我们要不要让这个心灵哦，有了一个很不好的走向？只剩几分钟，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天呢，有一个小女孩。他做了一个梦，他也不小了啦，硕士都读硕士。他做了一个梦，半夜就惊吓醒过来。他醒过来不知道如何解释，就坐在那里愣了，一直愣到天亮。他说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有一个大楼啊，一个图书馆啊，图书大楼。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好壮观！中间有个 lobby， 有个大，就是大厅，旁边整个都是所谓 DVD 啊、书啊，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图书馆。他说：“我就进了这个图书馆。”那进门进去之后，有一个柜台，长长的，很多服务人员在帮你登记你要借的东西。那我就在那边挑啊挑啊挑啊。他挑到了我喜欢的，那我要去柜台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柜台的小姐要帮他结登录，你借的 DVD 或什么的，他说每一个拿了一片 DVD 的那个人背后都有两个鬼，然后他拿这边拿一本书，他背后有两个鬼，所有人的背后都有两个鬼。这个小女孩她就吓到了，她手上拿的 DVD 开始发抖，她回头要看看我有没有鬼。就她回头的时候，她觉得有一种透明的若隐若现的，依然有鬼跟着她。然后她就心里想，为什么有鬼？然后她看到有的人交过去，登录的时候那个人他可能看一看跟那个小姐对话不要，于是他就再去架子里拿另外一本书或一张 DVD， 当他拿了一本书跟一个 DVD 的时候，两个鬼变了样子，又是两个鬼，长不一样。他心里想，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个 DVD 跟书的背后都有两个鬼？我们今天在说鬼故事啊然后他害怕了，就他就走想要去登录，说他又往后看，我要不要借？这个时候一大群人就借完书了，他们背后都跟了两个鬼，他就莫名其妙的，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他就跟着大家，这里有一个楼梯间往下走，这里有个楼梯间往上走，一样啊，一个 lobby 嘛，哈、哦。于是他就莫名其妙的，好像有一堆人好像要去哪里，
那他的这个骗子还没登陆啊，那他就跟着他们往下走，楼梯间这样下去，不是登一个弯，他就楼梯间下去的时候转个弯，突然所有的光线都没有了，伸手不见五指，所有的空间就只有黑暗，然后只有轰轰的，就是很奇怪的声音。他也不知道是人，他也不知道是鬼，他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好害怕，好害怕的，一直要退，我要退，我不要被那个吸力啊，他有一股吸力，吸引力啊，就是一股力量把他抽着一直往下走，然后伸手不见五指，他就一直要退，一直要退，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那个好像是无底深渊，不要去，不要去，然后他退出来。退出来走到这个楼梯的这个地方，他又依然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后面的两个鬼，他怕到了，他就赶快把这个 DVD 还到架子里，然后一直往后看，没鬼。我们把鬼故事讲完哦，他心里想说一楼的这个东西我不要看，他就顺势的往上面走，往另外一边的楼梯去二楼，这二楼啊，二楼的空间，二楼的书籍更是漂亮啊！它里面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 DVD， 不一样的书，然后他就开始找，开始拿，那看，哎，旁边有人在翻。当有人翻的时候，鬼没出现；当你拿了片子到手上，决定的时候，鬼不是鬼，是两个天使。变了样，然后这个过程他又发现这层楼背后都有两个天使。这小女孩的梦，她觉得好莫名其妙，于是她心里想说，这个天使还是比鬼好一点，但是这天使老是跟着我也很恐怖啊。她就没有再拿，她就继续，好，我不要借，她继续往三楼走，到三楼就这样走完了之后，在走完了这个过程里面，他发现这个天使又变了，一层楼一层楼的 DVD 跟书籍一直变一直变，他背后跟着的东西，他在睡梦中胡乱的悠游也好，恐怖也好，探索也好，走完了这一栋图书大楼之后，茫茫然的想说，那我该回去了，我到底要不要借书？可是我很想很想借某一个 DVD， 可是我却不敢摸，因为后面的两个鬼。醒过来，这个梦实在是太有寓意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接受的东西，某一种讯息，某一种路径，某一种导引，不知不觉中，你到底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狱，还是往天堂之路的所谓思想上面的东西？这小女孩终于了解，她是一个艺术，学艺术的，她终于了解，我的笔触之下，我的图画之下，表达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大眼众生入什么样的境界？而我真正生命的价值在哪里？